那您要开始用之前，总是要先看一下别人怎么做。平常简报大家要看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几个不一样的。来，这里有一个韩国的，看一下。反正韩文看不懂，英文看懂就好了嘛。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他就一层一层进来？哎，不一定。所以跟我们一般的简报最大差别就在于，它不是一张一张的纸袋，它是连续的。所以你最重要的问题，差别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差别在你的想象力。因为大家现在都被那个时代框住了，可是当你突破那个时代之后，哎，其实你网页可以有很多方式的。你看再往后退，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曾经这样想过，因为你怕问，绝对不可能这样做嘛。那你就是多去看看别人的作品，你就会有更多的 idea。 哎，这是一个。我们来看第二个。哎，这个可口可乐的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看一样，有没有发现我们 running without 字不会因为这样怎么样就糊掉嘛？可是我可以在这边，所以老师刚刚在讲说，哎，我有上课有很多内容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多少当时代，其实随便你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都 OK 的，真的真的。请问那这个有一个底，可以让人把东西填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如果老师要一张底图，可以，但是那个底图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用它的范本里面的，第二种你可以自己用的。对，但是一般要的，请老师注意一下，我等一下会特别说明，就是如果你要它的这个叫 3D background 的，请注意解析度最好3000以上。哎，因为它会这样 zoom in， 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太小张，解析度太差的话， zoom in 就会变马赛克。如果您觉得那是您要的效果，那 OK。 哎，有时候是需要马赛克效果，没有错哦。哎，所以看您的情形。好，你看像这样，重点是我们可以随时去跳。你看我也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第几张第几张，是不是可以比较知道？如果我们一般的那个 slide 的话，你通常要自己标题如果没设好，就是要怎么样，一张一张慢慢看嘛。可是它滑过去，这个你可以拖曳嘛，这样就可以知道那个位置在哪，就直接跳过去了。所以它那是自动帮我们编码的。对对，然后您在这边，你看这里有那个 YouTube 有没有 ？YouTube 影片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直接在这边 ，YouTube 影片就可以这边直接放了，也可以插入您的 PDF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个 demo 给您看，我有做一个，像这样，您大概了解了哈。他这个事实上会从网络上直接到连到 YouTube 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不占你的空间，不占你的空间。要你要给他 YouTube 的网址，你只要给 YouTube 分享的网址就好了，他就自动把你抓进来。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今天在做这个 PPT， 我觉得 YouTube 这个东西我要，对，但是他可能10天后我要去演讲，他已经拆下。所以如果你他也可以用。把影片下载下来之后，我们自己插入影片。不过通常比较不是那么建议这样用，是因为这样影片通常会占比较大空间。那如果老师不得已，你可以这样用。我知道老师的意思，对对对对。对，有时候有可能会下架，那通常会下架的原因就是它可能是不合法的，会被检举。对对对，通常不会被下架。好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来，你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，你看简报也可以这样啊。有没有？这个讲环保的嘛？实际上，我把滚轮往后推一点，老师就可以看到，它在一个城市里面，有没有？哎，它后面其实还有照到城市里面去哦。有没有？我还可以放到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的啊！所以其实，真的，以后各位做简报，什么东西做不出来？就是你的想象力想不出来就做不出来，真的，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卡在，因为你大家平常从小用到大就是受制于那个微软那个框框，你跳不出去，很多时候你就做不出来，你就觉得为什么我做的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呢是几个简单的 symbol 先给大家参考一下啊，所以我在这边这里都放进来啊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刚刚好像没看到这个。事实上，您如果连接到这个 phrase 的话，它上面呢都有告诉你哈。您在这边有一个 e-pro 浏览，您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，
看一下别人的一些作品，你看比较今天十五个最 popular 的人，对不对？随时都有新的作品出来啊，我只怕我没有想象力而已。你看这么多这么多不一样的啊，这个是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这只有学生懂，老师都不懂。我也不懂啊，我没有看到这个哈啊。好，这个要一点时间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哈。OK，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，其实真的蛮好玩的。你看像这样，是不是就进来了？对不对？而且你有发现这一张背景有没有切换一下？如果你它的背景最多可以设三张，所以您可以自己决定，我进到哪一张可以不同的切换哈。那这个就是 Phrase 为什么说现在会流行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大家觉得说我开始怎么样？我的想法可以开始不一样，因为早期你要做这个，你可能要学 Flash， 可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讲，哇，好困难哎，因为我又不是那个科系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又要我用那个，可是到时候改又很麻烦。但他把它变成线上版本之后，我们就变得比较方便了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了哈。好，这一段我。